不说话就知道你姓啥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今天在视频中就为大家揭开其中的奥秘。手里面有几张卡片，上面有很多的数字和姓氏，这几张卡片它就可以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。假如对面坐着一位姓韩的小姐姐，但事先我们并不知道她姓什么，我们只需要把手里的卡片依次的给对面的小姐姐看一下，询问她上面是否有她的姓氏。如果有，就请她点点头把卡片给她，如果没有，就请她摇摇头把卡片留下来，依此类推，每一张都要问到。最后把所有小姐姐点过头的卡片拿起来，每一张卡片的第一个数字全部相加，814相加等于13，而13所对应的姓氏就是韩，所以这位小姐姐她姓韩。这副卡片不仅可以猜出你的姓氏，还能猜到你的年龄。如果对面坐着一位68岁的阿姨，同样我们并不知道她的年龄，只需要把每一张卡片都给这位阿姨看一下，询问她上面是否有她的年龄。如果有，就请她点点头把卡片给她，如果没有，就请她摇摇头把卡片。